实习家人们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和祝福。来，如果觉得希望我去接二妹的，希望我去接西年的，大家希望我去的，然后觉得我可以去的，咱们扣个一哦。如果觉得不要去的，扣个二啊，扣个二，对。啊，反正二妹他们那边的习俗是去不去都可以啊，去不去都可以。对。大多数在扣一啊，大多数扣一。到时候看吧啊，家人们，到时候看吧。反正明天、后天就出发了啊！啊，后天就出发了。对，谢谢我们的开心快乐姐姐送来的烟花，谢谢，感谢你的大力支持和祝福，谢谢。去了太辛苦了，对啊，去了确实有点辛苦。我的意思是，就是叫爸拿他们去接新娘就可以了。好像是要买100件去，就是新爸拿他们去接新娘的时候要买100件那个啤酒啊，这个就是这个8+1啊。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啊，买个二十件就可以了，20件。你去采访做过好二妹。机会就一次，应该去接好的，那我就去接吧，好吧，家人们，必须去行的，那我就去吧，必须去是吧？那我就去吧，我替家人们的，好吧，我替粉丝家人们的，你们觉得应该要去的话，我就去吧，好吧？应该要去的话，我就去，20件多了，他们那边的习俗是这样子，家人们。只能按照他们那边的来，都是没有办法，这个都不存在啊、哦，不存在。谢谢谢谢。你去了那边住的人都没有啊、哦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反正那天晚上是相当于是不睡觉了，知道吧？就要天亮就出发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我们去那边，我们二号去金星啊、然后到那边就差不多凌晨凌晨三四点了，就是说到那边不是没有到凌晨三四点，我们这边早上就出发二号，然后到那边就差不多下午5-6点了，然后在他们家吃饭，在他们家玩，然后就玩了之后。就在他们家玩到这个凌晨不睡觉了，玩到凌晨2-3点就收拾收拾，就新娘一起出发了。新娘也是不睡觉了的，那天晚上，知道吧？就是凌晨2-3点就出发西昌这边走了，然后到这边就才上午10点11点的样子，知道吧？对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二妹不能熬夜，二妹不可以熬夜，到时候叫二妹休息一下啊，休息一下，让二妹休息一下。对，我说的是我们男孩子就可能就不睡觉了啊，提前去。我们是2号去接啊，2号去接，集会是3号。打爆正能量，家人们来打爆正能量。打爆正能量啊！对，我也不喝8+1啊，我也不喝8+1。到时候我尽量不喝，好吧？我不喝8+1啊。我的兄弟们喝啊，伴郎们喝，我不喝啊。我把事情忙完，事情办完再喝。我把集会完了再喝啊，集会完了就先喝个3天再说。
来回要十多个小时呢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司机不喝，对，司机肯定不能喝啊。不开玩笑了，哎呀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两位辛苦了，没有关系啊，辛苦也没事喽。一路平安，谢谢谢谢。就是路有点远，确实。路有点远啊，家人们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没有关注我这个账号呢，关注一下啊。对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九点咱们就下播了啊，九点就下播了。现在已经八点五十了。机会不能走回头路是吧？可以的啊，只能我直直的走了，只能直直的走。对，只能直直的走了啊，不能走回头路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谢点赞，谢谢。对，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好，还是要早点休息。要早点休息，对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其实走一条路是吧？不太懂啊，不太明白，没有那么多讲究啊，家人们，没有那么多讲究啊，反正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不能走回头路，意思我们去接的时候回来说不能走回一条路是吧？那只有这一条路，那怎么搞呢？对不对嘛？没有关系的啊，这每个地方习俗不一样，这个不存在的啊。三号必须十二点前到婚礼现场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家人们，差不多也是十二点。谢谢素来的发发姐素来的红帽子啊，因为在他们家凌晨两三点出发。四点、五点、六点、七点、八点、九点、十点、十一点、十二点，十二点怎么都到得了啊？九个小时怎么都到得了吧？八个小时嘛，十一点怎么都到啊？十一点能到了。十一点怎么都能到了啊？然后十二点就开场了啊，十二点就开场。十二点就开场了，对，家人们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感谢一路平安，谢谢谢谢家人们。三号中午十二点能到婚礼现场啊，因为我们二号去机器，然后一晚上是不睡觉的，到凌晨三点就出发来婚礼现场这边了。然后你看
凌晨三点嘛，四点、五点、六点、七点、八点、九点、十点、十一点，八个小时怎么都够了啊？平时正常就七个小时就够了，但是八个小时应该差不多就够了。三号什么时候开直播？三号差不多开场就要直播了啊，开场就要直播了。对，十一二点，周五十一二点就直播了啊，这样。是白天直播，不是晚上直播。周五开场的时候就直播了，然后可以提前走。对，可以提前走。两点我们就出发嘛，对吧？三点、四点、五点、六点、七点、八点、九点、十点、十一点，怎么都够了。十一点啊，在那边没有天亮就出发。那我真的是一个好男人，谢谢谢谢夸奖，谢谢谢谢啊！那一晚上是不睡了的，第二天也不睡，两点走，对，两点走就差不多十一点到这边，然后我还可以去洗个头，对吧？十一点到这边的话，我还可以去冲个半个小时，去洗个头，然后洗个澡，化个西装，打领带，衣服，发型吹一下。那急神神的到现场，对不对？不然时间太急了的话，我都洗头的时间都没有了，到时候发型都乱了。尤其他们那边的话，他们会泡水的，泡水的话发型会乱的，知道吧，家人？然后第二天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我发型都没有了，我都没有自信了，对不对嘛？周五没时间看。周五啊，家人们，周五吃饭的那个点啊，咱们可以到时候抽空时间看一下阿伟直播啊，注意安全。好的，好的，家人们。但是晚上我们也会直播的，晚上。对，到时候只两场播啊，两场播，周五一场，晚上一场啊，周五十二点左右一场，晚上播一场啊。周五十二点一场，晚上八点、七点，晚上七点、七点一场。哦，这个好男人，谢谢谢谢夸奖，谢谢。可以看是吧？对，周五吃饭的时候，咱们可以到时候闪进我的直播间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感谢啊，感谢家人们的陪伴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到时候有时间的，抽空时间来阿伟直播间啊，祝福我。那我就下播了，家人们，下播了，谢谢谢谢，我就下播了啊，我还没吃饭，去吃点东西啊，我就下播了，谢谢谢谢，我下播了啊，拜拜，来打一波，拜拜，来家人们，拜拜，拜拜。